咱在座的大贤大德、孙兄孙姐，大家晚安。咱今麦来编这个十七页。哦，咱今麦从头啊，再念一遍，讲：祝我顺其大孝也已，得为圣人，尊为天主，富有四海之内，宗庙向祀，子孙报祀，故大德必得其位。必得其禄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寿。哦，咱顶期都啊讲到这啊，啊，咱今晚就要继续。故天之生物，必因其才而托焉。故哉者培之，亲者富之。对这句话啊，就是讲，咱老师就是讲，讲上天啊，来咧生万物啊，看到这个有道根深厚的人。一定伊会保护伊。你若有正直即个道根的人啊，上天一定会甲你吼派护法神去甲你培养成伊的即个道。万一若受到灾难的时呢，一定会暗中帮助伊脱离即个灾难，得到好处。本门是来补充姚大顺伊的大孝，上天来甲伊栽培。伊有受到即个灾难的时阵啊。啊！伊上天哦，就来甲庇佑，庇佑这个姚大顺啊，帮助伊，互伊脱离这个灾难，所以伊才有法度做到一个皇帝，啊，伊才有法度来成就讲伊这个大德行。对这个本文，咱来看李顺良祖师伊详细解说：才智力，因是为有道根者之为，托何呀？即好胎呀，栽植种植的啊，因是为有种植道根植言培养呀，因是为护法之呀，轻为呀，富富乐呀，言上天生养万物，若有道根好植。必有好胎子，有正直道根者，必培养之。如果见到有灾难时，必扶助之。故曰：故天之生物，必因其才而托焉。故哉者培之，亲者扶之也。咱即摆来看注解，有八个注解的解说。咱来看注解第十个才智性呀，列中庸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才而托焉。这个才啊，即摆讲即本性啦，哦，即摆书法讲这个才就是讲咱的本性。所以书法来引这篇，引这篇中庸篇，所以上天来生万物啦，都照伊的这个吼本性吼。哦，来解火台等于都是来解庇佑啦。注解第二书海因心为将本意推及他意或因心，因心就是本文这个意思。啊，解吼解另外吼解另外做其他吼，佮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咧，即摆这意思啊，佮另外解增加一个意思。叫做因心，注解第三书海托何呀？论语太别，君子托以亲，包子何以亲属？托就是何啦，何太？所以即摆书海来引论语太别篇，讲那是一个君子的人呀，伊何太伊的亲属，包子就是讲何太伊的这个吼，伊的家。去到家族啦，伊互伊互甲伊共事家族啊内底吼，对真亲近的意思。注解第四书海栽种植草木或栽栽就是啊，比较讲种树啊栽啦、花栽啦，吼，即个即栽啦，吼咧。注解第五培养呀，列中庸故
斋食培子，俗话讲培就是养呀，就是培养。所以伊来引这个内中庸这句话讲，所以你若今仔日若种这个树仔栽哦，你一定要甲培养。你无你花栽树仔栽，啊你无甲培养，这树仔栽袂活，所以一定爱甲伊栽培，甲伊培养，才会活。自盖地力，四海轻为啊，孙子如下，这一天下李牧能轻。即摆即个轻就是危险啦，所以四海来演即个《孙子如下篇》内底讲，讲你一个人要来统治天下，你一定唔通让百姓哦，啊来受到即个灾难，受到即个危险。自盖地力，四海。父阴父批啊，明主李罗李林富天下矣。即摆即个父哦，啊，即个父解说真侪真侪，即个卖使讲福哦。即摆即个阿达在即场面讲父，即里又唔通讲批哦，哎批批就是地音啦，哦，人阿读做批哦，袂使读，就是个地音。所以咧，即个书海因即个明主李罗篇内底讲。我那是一个有仁德的人哦，伊一定哦来抵应天啊，啊那抵应天啊，伊也一心作践爱来吼来讲劝善来劝化世间人，所以伊会抵应天啊。诸盖地位四海，父咯，汉书子父，阴呀，罗锅定呀，父咯。伊即马来引这个《汉书》内底注解讲，父就是地音啦，该就是该地音加真正周到啦，吼，该吼保护加真周到这个意思。啊，咱即马来看咱李顺啊，祖师伊个解说，伊讲财就是咱的本性啦，啊，即马阴身哦，即马这个财本来就是讲本性，但是即马在这个。这场面哦，这种都袂使，就是讲有道根的人的意思啦。托就是祸，就是祸胎呀。灾就是灾，就是正直呀。就引申讲有正直这个道根的人所讲的，这个培就是培养啊。甲引申是护法的意思，轻就是危险，护就是该吼护咯，就是该吼该治的，就是讲。上天伊来生养这个万物啦，假使一个人若有道根深厚的人哦，上天一定会甲伊护胎；啊，若有正直这个道根的人咧，上天一定会甲伊吼暗中甲伊栽培，甲伊暗中庇佑。假使若遇到灾难的时候，伊一定吼会甲伊帮助，吼帮助甲伊指引，吼伊成就这个大道，因为。有道根的人，伊咧修行啊，爱拄到灾难啊，灾难的时候，即都安怎爱真正修行的人，啊，上天看伊有危险，所以会暗中甲伊庇佑，让伊有法度来行这条大道这条路哦。所以才讲吼，才讲古物，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托焉，故灾者培之，轻者负者，即句话。啊！咱即摆阁看下文落去。昔曰：“家乐君子，显现仁德，以民以仁，受禄以天，保佑民治，助天生智，故大德者必受命。”啊！即摆即句话要安怎解说咧？使用两种的即个吼解说法。那照这个字啦，或照即马这字，就是讲，那以后天来解说，就讲《诗经》内面一句话啦，讲那行善快乐的君子哦，有真诚大美德，受人民的规划，受大众的爱戴，接受这个上天降福，上天该庇佑，予伊做甲这个天子，做甲天子做皇帝啦。如果在数这个福禄，予伊吼，予伊就对。所以你若有大德行的人咯，一定都受天命做皇帝。
那按你来解释哦，就是因为经文哦，咱经文已经赞叹这个腰带顺，伊是这个大号嘛，哦，伊腰带顺大号。如果腰带顺哦，伊做较方便呢，所以才用按你来解释。即卖啦，用这个道理来解释，就变成这个矛盾啦。是安怎矛盾呢？因为天下大地的人哦，这个家乐君子哦。真济啊！咱调咱顶几队真济啊，唔是干呐哦，唔是干呐，我一个人啊，快乐的家乐的君子嘛，侪无法度讲全部拢做皇帝。你来像这颜回啊，颜回伊嘛是一个做仙的快乐的君子呢，唔过善甲无通啊食吼，咱以前都用过吼，吼证明咱都是该讲颜回有台顶吼，不但无地位，而且佫短命来死啊。所以这个死啊，那用先天的解释哦。啊，才有法度圆满。对这个先天的解说，咱即嘛来看《修真录》一篇文来做参考。昔我者，孔子居《诗经》大雅篇里言也：“家乐君子者，言有美德之快乐君子也。显阴显，显显，《诗经》作显显。”光明之意，显显仁德者，言家乐君子，光显其美德也。宜适合也，宜民宜仁者，言适合民心，适合以仁之心宜也。为济世度人，人民归化也。受乐于天者，得受上天之乐为也。保佑明智者，言天神保佑，赐家乐君子，能行天命也。助天识之者，连自然上天重视家乐君子也。故大德者，必受明者，言有大德之人，必受天命，以德教化人也。啊，这内底有三个注解，咱先来看注解。注解。显阴显，见显显调。即卖即个显啊，毋是显法的显，毋是显法。即卖爱读作显，就是咱即卖来看这显显这调无。主书海显显，四大雅加乐作显显。这显显啊，那《诗经》哦，即卖是中央篇，才讲显显。啊，那在《诗经》的《大雅》《家乐》篇吼，足显显，伊无写这个显啊，写这两个显显。注解第二书爱显显，四大雅家乐显显仁德兼显显光也色，中庸因诗作显显，显有表明之意，色与显异同。书法讲显显哦，那在《诗经》《大雅》《家乐》篇呐，哦，伊做这个显显灵，哦，伊写这个显显灵德。即摆这个兼呐，《诗经》伊无写这个注解啦，伊拢写这个兼，这个兼就是注解。哦，你即摆知，这个兼就是《诗经》专门拢讲兼，就是注解，就是显显，就是讲啦，就是讲的意思。伊在吼，即个伊就来解释讲，在中庸因《诗经》做显显，即摆即显就是有表明的意思，啊，甲即个显明的意思啦，吼，表明甲即个显明意思即同款。注解第三书啊，宜适合呀，宜就是适合呀。啊，咱即摆来看修真道，昔我者，即摆讲昔我者，这是孔子。孔子来吼，基于这《诗经》《大雅》篇来所讲的，伊讲吼，家乐君子者，就是讲吼，有真正好德行，每日快快乐乐咧过日的君子呀。老师咧讲有影，这个物质的享受啊，甲这个精神的享受无同。你甲看这社会啊，有诶吼安怎，伊的财产。千万、亿万、一来一去的财产哦，啊，出门呢坐高贵的轿车，啊，厝内面拢摒，拢请人咧摒扫，啊，有迄落奴才啦，内底互你家服务哦。
伊食的是哦，三顿是食到海山珍海味，穿的是穿到玲珑芳西，但是有快乐无？哦，伊无快乐。你若看电视剧哦，伊真正无快乐。哦哦，有的家庭真有钱真好个啊，唔过哦，为了囝啦，为啥苦安苦黏黏啊？哦，真正快乐的工，迄个快乐的君子就是。是咱吼，咱哩所在有讲讲，即颜回，颜回话伊是遮尔善，唔过伊每日都快快乐乐啊，吼吼，伊拢所以就安怎？老师讲吼，都爱修行才会快乐。修行你拄着吼逆境，你有法度转变你的心境，袂去吼迄个吼迄个逆境，迄形形色色，甲咱念着咱的心，吼，咱家己自然都会快乐。所以修行才会快乐，才会知足。你若修行会快乐，会知足。啊，你都袂贪心啊啦，哦，啊，你一个人啊贪，看人安怎好个嘛，想要好个，啊，迄都贪啊，啊，你免来快乐，啊，迄都无法度知足啊，吼，所以你心肝都搞搞滚。你若修行也袂贪，啊，袂去吼去看别人，啊，嘛袂去看形形色色，永远都是快乐啊。所以快乐啊，所以咱这个快乐的君子啊，伊有真大的美德啊。伊每日拢过着快乐的吼，快乐的日子。即卖即个现，就是因着现，现现，把时间做现现，吼做现化现啦，就是光明的意思啦。现现念得的，就是讲吼，有一个快乐的这个君，家乐的快乐的君子哦，伊的光哦，显明在这个，伊就有真好的美德，安怎美德？所以伊每日拢过着吼快快乐乐的日子，吼快快乐乐的，诶，喙笑面笑，袂讲哀哀杂杂，吼显得伊美德。伊就是适合啊，伊民伊人者，就是伊这个快乐的君子啊，伊做代志哦，适合民心，适合人的心意。伊来咧吼咧，这是度人的，来宽化众生的，有法度吼人民。规划啊呐，规划这个正道，袂行去歹路去，吼、哦，袂行去歹路。即摆受了倚天这句话，就是讲得到上天的这个福位啦。即摆讲上天的福位，唔是咱这世间的福位，唔是讲有钱。你讲看一寡皇帝，全国的财产拢伊，结果伊有快乐，无快乐咧。啊，所以哦，就是爱得到这个上天的福位啊呐。做仙做佛啦、啊，逍遥自在，每日啦无烦无恼，无忧无愁啊！真正哦，你若修行哦，你若有法度明心见性哦，大家迄个境界，即摆讲凡事你嘛无了解，唔过你若大家迄个境界真正哦，快快乐乐，在这世间无虾米通好留恋的，也是上天哦。你若看迄在这内哦，迄本哦，即啥要地金庙啊，哦，伊咧显化迄东西啊。你若看迄片就知影，迄妖地金庙要落安怎呢？我无定咧讲上天哦，无这啥物空气遮尔歹啦，啥物流行病啦，啥物即物个这啥物啊？新冠啦，啥物肺炎啦，啥物感冒啦，啥物安怎？上天无，迄空气足好咧。迄阵啊金庙要落来时哦，哎呦，迄所有云哦拢无哦，迄月亮拢出来咧。就代表讲吼，你若有法度到上天去啊，就安尼哦，无乌云，啊无啥这奇奇怪怪，这蚊啊、虫啊、创啥，即款的代志，拢无会使讲非常的快乐。所以哦，这吼咱就是啊，这迄都是伊显化哦，这都是要勉励咱世间人讲，真正爱修行。你若修行修到上天哦，无即款的代志啦，空气歹啦，安怎样啊，每日拢快乐的日子。这就是啊，做仙做佛的这个福位啦。即马保佑明智这句话啊，就是讲你一个有修行快乐的君子啊，上天伊自然暗中就给你保庇，和这个家乐君子啊，有法度行伊的天命，来成就伊的大道。讲自天生智者，讲自然啊，伊和这个修行快乐的君子啊，上天伊重视快乐的君子啊。即摆讲古大地者，即句话就是孔子讲的啦。哦，即摆这是因时经，啊，即摆孔子讲古大地者必受名者，就是讲，那是一个有大德行的人啊，伊来传道啊，伊就照伊的天命，
用这个道德来教化世间人，袂讲按钱来啦，钱来钱来。所以咱老师都是有大德性啊。所以吼，袂讲按钱来钱来。啊，咱即摆真正有这个福气，有这个吼，有这幸、個，有这幸运。所以吼，唔通吼，这個宗教甲咱骗去。吼，咪讲老师都咧讲，啥物人的道理拢甲听拢袂见。那讲到钱吼，啊，你卡底抹鱼都变酸啦啦，啊，你快紧。咱唔是讲叫你唔通帮助人啊。爱看看，帮助就是爱帮助真正需要的人，真正苦受苦行的人。啊，比如话细细经，啊有真正的修行。啊，你伊吼，伊安尼享受吼，有当时啊吼，出门交车，你若讲摕钱给伊哦，有当爱帮助伊做罪，这是要救伊哦。咱老师是要救伊哦，唔是真正讲要害修行人的，因为伊唔捌道理啊。你真正你无团多。我袂使讲倒位啊菜市啊，因为这边落去啊，我袂使讲。加些钱哩啦，逐工拢摕一包带去搭啦。你修行人呢，你无计去宽化世间，去度化众生啊，干哪摕包来要摕钱啦？安尼是啥物意思啊？伊就是唔捌道理，所以咱爱可怜你吼，哪有机会甲伊灌溉？所以老师迄当时啊，伊在迄当时一寡修行人吼。老师给劝开，给吼，给劝化真多，真侪人讲你吼，唔通开嘴啊钱，合嘴啊钱。那安怎？你一个人哦，你爱去团道去修养。啊，那迄个信徒查讲，你一个修行人哦，人也提钱给你供养。你十万、八万、一百万甲提，无代志。啊，你唔是，你唔去团道，啊开嘴啊钱，合嘴啊钱哦，啊你都做啦。所以老师是要救吼。救一寡出家人，唔捌道理的人，因为老师有落地甲看啊，地甲拢关一寡吼，一寡大法师哦，你浸会滴哦，这是老师吼，亲身落地甲看到啊，这吼，这我是照咱老师讲的，这因为我无落地啊，我无看到，啊，不过老师安尼讲哦，咱都爱相信，像我安都相信啦，我都相信啊咧，像我咧讲道理的时候，有人要提钱我一角钱我都无爱，讲正经啊，所以咱啊，老师咧讲，出家人。施主主动给你供养，给你提，好你不要紧啦，你唔能开嘴啊钱，合嘴啊钱啦。哦，这句话就是讲要来救这个出家人。啊，对这个讲哦，对这个这篇啊，就是要来勉励讲咱修行人哦，咱爱真正修行，啊，自然灵光发出来。像咱这灵光发出来，这是我解读来的。你灵光发出来，你做代志哦，都智慧。都袂去做唔对，吼、哦！啊，无你干呐照迄经读，有当读了唔对呢？对这个讲吼，有当有个人吼，读经读啊，唔知内底咧讲啥呢？对这个问题，因为时间到，等下后期的我再来讲德山和尚啊，伊啊会使讲咧讲金刚经，结果伊唔知金刚经内底真正意义哦。我后期再讲伊的吼，伊的故事吼，咱大家做参考。啊，最后我祝福咱这大贤大德、师兄师姐啊，身体健康，多业精进，谢谢。有台湾人的心中，望到下面，担多是不担钱，心是功德宝，身是功德的根本。